大家好，上次课我们讲了这个主战派与主和派概说的前两个问题，那么下边呢，我们接着讲第三个问题，清统治阶级成员对待外来侵略的态度是复杂而多变的。那么我们如果看一看这个整个清朝统治阶级成员，他们在对待外国入侵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态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什么呢？而是在不断的随着形势它的发展而不断的这种变化的。那么所谓的主战派主战者，他并不都是始终都是主战的。那么所谓的主和者，主和派也并不是始终都是对外主和的它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那么一般的讲，统治阶级成员对待外国入侵的问题他的态度大致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四种类型。那么首先第一种那么我们把它称作叫做呢，始终坚持主战立场的人，例如像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的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对吧？那么像中法战争当中的冯子材等人，是吧？那么又比如像中日甲午战争当中的邓世昌、左宝贵那么这些人呢，基本上都是自始至终都主张对外抵抗的那么这是一类人。那么第二类人，最初是主战的，那么到了后来最后又恢复到了对外主和从主战到主和或者叫做始战中和者。你比方讲，在中国历次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当中的清朝皇帝那么大概都是这样。那么清政府内部大部分官员也大概都是这样最初主战后来主和。那么这些人最初是吧，很少有人主张对外进行议和或者说他们并不甘心于对外妥协。那么只不过呢，是因为后来中国在战争当中遭到失败才转而走向了这种主和的道路这是始战中和的这么一部分人这是第二种人。第三种人自始至终基本上坚持对外进行议和。那么这些人也有一些典型代表，你比方讲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又比如像义和团运动当中的军机大臣王文绍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徐景成，是吧，太常寺卿袁敞等等那么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自始至终主张对外议和的这是第三种人。那么第四种人是起初最初呢是主张对外议和那么到了后来呢转向主战。那么这种人在清政府内部并不多但是确确实实是存在的。你比方讲在1875年到1876年期间在收复新疆伊犁问题上这个左宗棠那么就是这样左宗棠主张首先同俄国进行外交谈判通过谈判来收回伊犁，如果说通过谈判不行，然后再通过战争手段来收回伊犁。那么这一部分人呢，那么大概就应该属于那种叫做始和终战者最初主和后来呢那么转向主战。那么在这四种人当中哪种人最多那么我认为那种是最初主战然后因为中国战败主和这一部分人人数是最多，那么这一部分人对于清政府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最大的。那么这是我要讲的第三个问题，就是统治阶级成员在对待外籍入侵的态度上是吧，他们的态度是复杂多变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啊，这是我强调啊，主战和主和派的时候啊，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这是第三个问题。下边我讲第四个问题。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对于主战派要做具体分析。那么首先第一点，我们从主战派的思想动机上来分析。那么如果说从这个主战派这个主战的思想动机上来分析，主战派大概可以划分为这么两种人啊，两种人。那么一种人是什么呢？是不了解世界大事啊，因为自己的思想很顽固很保守啊，而主张啊排外的这么一些主战派。那么这是一部分人。那么第二部分人是他们比较了解世界发展的这种变化啊，比较识时务啊，是立足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这么一部分主战派啊。这主战派呢，它可以划分为两种人。那么下边我们做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说明。那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之初啊，最初阶段，道光皇帝也好，清政府内部的很多这个封建官员也好，他们都认为啊，英国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只不过是一些不懂得礼仪廉耻的这些罪儿啊之疑，是吧？是一些蛮夷。那么他们认为只要清王朝是吧出动了八旗劲旅，出动了绿营兵啊，天朝大军一到啊，就可以荡平匪类啊，就可以打败英军啊。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观念，就是天朝啊必将能够战胜英夷啊，出于这么一种观念是吧，就一度派兵出征去讨伐英军。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的有一个人叫做尹庚云啊，那么尹庚云他坚持对外主战啊，那么他就声称什么呢？说不为不可不战，且由不可不速战，那就是清政府不但必须要对外作战，而且要速战，是吧？他主战应该说很坚决。那么他的主战完全是基于一种什么样思想呢？是基于中国这种的传统的夷夏之大防啊，这么一种传统的观念，是吧？思想呢很愚昧很保守。那么1870年天津发生了教案啊，就是叫天津教案啊，就是反对外国教会的这么一个斗争。那么天津教案爆发之后，醇亲王奕轩是吧，那么他也从坚决的反对镇压国人的这个反洋教运动啊，就是反对镇压着国人，是吧？那么这个奕轩呢就主张要利用这么一个机会把洋人从中国全部赶出去。那么甚至奕轩不惜以辞去一切差事啊，来要挟是吧这个其他的这个人啊，或者说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啊，相力争。那么中法战争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周德润啊，这是一个侍讲学士啊，周德润也是积极对法主战。那么周德润的主战完全是什么呢？是为了恢复中国古代天子守在四夷的这么一种传统的政治格局，是吧？要恢复到天子守在四夷啊这么一个旧的格局当中去，达到呢保风藩以安中下的目的。因此这些人他们的主战是在一种不了解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啊，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啊，出于一种排外心理的一种盲目的啊或者顽固的主战啊。那么对于这些主战，我想我们不应该肯定，是吧？要做具体分析。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的林则徐啊、魏源等人，是吧？那么这些人最初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不同的特点，是吧？那么力图呢要扬长避短啊，扬我之长啊，避我之短，是吧？提出了一个什么主张呢？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啊，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提出了这么一种防御的方针啊。因为什么呢？
英法啊，英国人的力量很强，我们力量不如人，是吧？提出了一个扬长避短的这么一种防御方针。那么在这之后，他们又能够认识到，而且能够证实一个问题，证实什么问题？就是中国在很多方面是不如英国人的，是吧？因此就提出了一种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这么一种著名的一种口号或者一种主张啊，主张呢要向外国学习，来达到抵抗外国侵略的这种目的。那么这种主张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可以说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所提出来的主张应该是什么呢？是建立在一种了解世界形势啊，比较识时务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的一种主战啊。那么对于这种主战，我想我们是应该肯定的。这是从主战派啊，主战者他的这种思想动机上来看啊，要做具体分析，可以分为两种人。那么对于主战派做第二种分析啊，那么对于主战派的啊这个分析的第二个方面啊，从主战派的这个实际言行上来看啊，主战派的实际言行上啊，从这个方面来看啊，来分析主战派也可以分为两种人。那么一种人我把它叫做文人学士的口头主战啊，一种人是某些军事将领的切实主战啊，他们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文人学士口头上主战啊，一个是军事将领切切实实在战场上主战啊，有这两种区别。那么关于这个说法啊，这个问题我也简单的啊做一个解释。那么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当中，清流派的一个重要成员叫做张佩伦。那么这个张佩伦面对着法国是吧侵略越南啊，并且准备侵略中国云南地区是吧，窥伺啊中国的这个滇桂地区啊，面对着这么一种形势，张佩伦是高谈阔论，慷慨激昂啊，连续上了十几道奏折啊，来谈论怎么样要援越抗法。那么张佩伦的这种反对外国侵略的这种精神，毫无疑问我们应该肯定啊，是非常可嘉的。那么但是张佩伦他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怎么样抵抗法军的这种方案，到底怎么样抵抗法军呢啊，他提不出来这个具体的一个办法。那么后来他被派到福建前线啊，担任什么呢？担任了福建海疆啊事务会办大臣。那么他到了福建之后，面对着法军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军事进攻是吧，这种态势啊，张佩伦仍然是手足无措啊，无所作为是吧。他在北京的时候可以慷慨激昂讲怎么样去抗法啊，真把他派到前线去，他拿不出一个具体办法来。后来是吧，爆发了马尾海战，福建海军几乎是全军覆没啊，张佩伦逃到了乡下是吧，在战争当中啊没有无所作为，后来逃到了乡下。所以说张佩伦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文人学士口头主战的这么一个典型代表啊，这是张佩伦。那么还有一个人啊，也是值得我们在这儿讲一下。那么这是清流派的另外一个重要成员，叫做吴大成。那么吴大成这个人，那么他这个学问还是很不错啊，精于这个金石之学、古文字学，是吧？在文学上还是很有造诣，很有这个创建。那么中日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吴大成也是积极的上书啊，提出来怎么样抗日。是吧，而且自己主动是吧，要请缨，要去出关去抵抗这个日军啊。那么这种精神也很值得我们肯定是吧，也很值得这个称赞。那么但是问题是他到了东北前线之后啊，无论是对于战争还是防守，他都没有做出具体的这种部署啊，有效的部署啊，战略上的战役上的部署啊，他都没有做好。那么他在既没有取得实际的军事胜利是吧，也没有对日军形成强大的包围，给了清
对日军形成了强大包围啊，对日军形成了非常大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啊，吴大成非常天真的向日本发了一个劝降书，就是你发劝降书要有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吧？对日军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形成了一种战略包围，是吧？日军的败局已定的情况之下，你发劝降书啊，有可能起作用，啊，就是在既没有是吧对日军进行这种绝对性的打击，也没有形成战略包围的情况之下，吴大成向日军发出了一个劝降书。在这个劝降书当中，吴大成啊是夸夸其谈，讲什么呢？啊，他说本大臣讲求枪炮准头十五六年，啊，我训练兵丁讲求枪炮这个准头啊，射击的准确性有十五六年了，啊，说我所训练的这个兵丁啊，均以精枪快炮为前队，我的武器很精良，啊，说我的军队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能进不能退，能胜不能败，啊，就吹嘘啊，我说我训练的军队是非常的好精良的，啊，说日本以九吨之兵失老而劳，岂能当此生力军乎，啊，说你这个日军远途跋涉是吧，很疲劳了，你怎么能够抵抗我这支生力军，啊，接着他又讲说当中日两国军队交战啊，日军兵败了啊，在逃城无路的时候啊，但见本大臣所设投诚免死牌，即缴出刀枪啊，跪伏牌下就可免死，啊，说打仗的时候日本军你失败了啊，逃城无路的时候你看哪有个投诚免死牌，跪在这下边交枪之后啊，那就可以免死。那么很明显，吴大成是希望通过这种大言是吧，这种大话去吓退日军啊。那么这个在战场上是很难有他的预期效果的。那么吴大成是吧还煞有介事是吧，虚张声势去讲什么呢啊，说如果日本方面你不相信是吧，那么日本方面你可以呢试选精兵利器与本大臣接战三次，胜负不难力荐啊，说日本你要不相信我的话，那你选你最好的军队啊，跟我咱们打三仗啊，接战三次，胜负不难力荐啊。他说等到啊这个日本兵三战结尾之时，打了三仗都失败了啊，本大臣自有七擒七纵之计啊，就很可笑了。吴大成把自己比喻成了三国时候的诸葛亮啊，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啊是吧，对于这个孟获呀，啊，是七擒七纵啊，吴大成自己吹嘘自己啊有这种能耐。那么但是呢，在中日战争一旦打响，在辽东地区啊，战争一旦打响了，吴大成指挥的几万湘军是吧，五天之内啊连失了牛庄、营口、田庄台啊三处非常重要的军事重镇啊，就是从这个辽东前线呢啊一下就败退下来了。那么以前那种神气啊，那种威风啊啊都不见了。那么因此这些人啊，我把它称作叫做口头主张论者是吧，或者呢把它称作叫做清谈误格者啊，清谈啊于事无补。那么而在1884年的中法战争当中啊，像两广总督张之洞、护理广西巡抚李秉衡啊、前敌指挥冯子材，那么这些人不但口头上主战是吧，而且认认真真的进行了一些战争和防守的准备，那么在军事上给予了侵略者以非常沉重的打击。那么因此像这些人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做切实的主战论者啊，和前面这个文人学士口头主战是有所区别的。这是对主战派的这个分析的第二点。那么对主战派做具体分析第三点，如果从主战派的这个主战的作用或者它的后果方面来看啊，主战派也可以分为两种人。
那么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做祸国主战，或者叫做误国主战者。那么第二种人我们可以把它称作叫做爱国主战啊，或者叫做卫国保卫国家的这个主战论者啊，这是有不同的这个区分。那么下边我们也是结合着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具体的事例啊，来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分析。那么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义和团运动，那么这个时候慈禧太后对于列强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慈禧太后之所以对列强表示极大的不满，主要出于以下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就是戊戌政变之后，美国呀、英国呀、日本呢啊，就协助梁启超、康有为逃到了国外啊。他们到了国外之后，组织保皇会，要求慈禧太后要撤帘归政，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满啊。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列强采取各种办法反对慈禧太后废掉光绪皇帝，另立啊大阿哥啊，这是慈禧太后不满。那么第三个不满就是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接到了一个假诏会，这个假诏会呢，就是要求慈禧太后要撤帘归政，把权力归还给光绪皇帝。那么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后，慈禧太后对于列强非常不满。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他就昏头胀脑，是吧？不顾中国的实际可能、实际国力，啊，就悍然的向八国啊列强宣战，啊，围攻外国使馆。那么他向列强宣战，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个人在清王朝当中的这种最高统治。那么在清政府对外宣战的上谕当中，啊，那么他的言辞啊很慷慨激昂。是吧？那么他们讲，啊，说这个帝国主义列强长期以来，是吧？是欺凌我国家，侵占我土地，蹂躏我民人，勒索我财物，啊，长期以来就是这样。那么近期又无理横行，专恃兵坚气力，啊，依靠他们武器精良对我发动战争，啊，表示，啊，说与其苟且图存，遗修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啊，与其对外妥协投降，遗弃万古，不如呢，同他要决一死战，啊，决一雌雄。那么他讲，啊，说自列强对华发动战争以来，是吧？不约而集者，啊，就是义和团民，啊，几十万人，是吧？说就连下至无耻童子，亦能执干戈以为社稷。啊，就是小孩也拿起武器来保卫国家，说我们国家土地很广阔，人民很多，是吧？说我们一定能够，是吧？减比凶焰，彰我国威，啊，说要利用人民群众去反对外国侵略，啊，这个上谕写得很慷慨激昂啊，是吧？表示出清政府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外国侵略者血战到底这么一种决心，啊，写得很好。那么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就是清政府对外宣战还不到十天啊，清政府就命令清政府的驻外公使向各个国家表示什么呢？说中国之所以在前一个阶段对外宣战啊，中国政府清政府是有难言之隐的啊。他是讲说中国既不自量啊，中国我即使我不自量力啊，中国既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信啊，中国我不自量力，我也不能够同时向各个国家同时啊来宣战。那么他是讲说清政府啊已经下了命令各个地方的官员，命令代官的这些将领啊，要像从前一样保护使馆，唯利是图啊，我要保护外国使馆，不再啊攻打外国使馆了。那么慈禧太后这个态度的变化使我们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慈禧太后在这里她不是在处理中外之间的国家关系，是吧？对外宣战又对外议和，就像小孩过家家一样，是吧？拿着国家和民族的这种前途当儿戏一样。
那么这种主战的主张啊，那么毫无疑问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勒索提供了一个更加充足的一个口实。那么义和团运动之后，我们都知道签订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的内容之苛刻，中国赔款数目之巨大，是吧，这个辛丑条约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啊，对中国社会影响非常大。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吧，我们首先应该去批评去谴责帝国主义列强，这是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但是慈禧太后等人这种盲目主战啊，这种祸国主战啊，这种做法啊，毫无疑问也是应该啊被我们所否定的，是吧。那么这种主战我们不能够提倡。那么在义和团运动当中啊，还有些人啊是坚决主战的，你比方说啊，这个端郡王载漪啊，他也坚决主战啊。那么载漪的主战完全是出于一己的私利啊，出于个人的一些私利啊。为什么呢？因为帝国主义列强多次反对慈禧太后废立，废掉光绪皇帝，而慈禧太后是希望废掉光绪皇帝以后要立载漪的儿子溥俊啊为大阿哥来继承皇位。那么这个载漪呢，是因为列强的反对使他的儿子不能继承皇位，因此载漪对列强也很仇恨，是吧。那么因此载漪的希望呢要攻破外国使馆啊，去排除啊这个慈禧太后废立的阻力啊。有的史料记载，一旦他的儿子继承了皇位，是吧，那么他的目的达到了啊，叫做大事继承，随各地以赎千千，亦所不惜。只要他的儿子继承了皇位，就是对外各地赔款，那么他也在所不惜的啊。这是他主战，是出于啊自己的某些不可告人的一些私利。那么另外你比方讲，在洋务运动期间啊，一部分顽固派，是吧，他们呢也有很多主战的言论啊。那么从他主战言论看，表面上也是很有民族气节，是吧，也是慷慨激昂。你比方讲啊，他们说欲求制胜啊，说要想战胜外国人，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啊，说要想抵抗外国侵略啊，只要依靠中国这种忠信讲礼义就可以了啊，中国没有必要向外国学习失事宜人啊，就像林则徐委员讲的要失宜之长技，没有必要啊。那么他们讲，只要中国是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弩，以忠信为甲胄，甲胄就是一种盔甲，是吧，以礼义为干弩，干弩就是一种武器，是吧，说中国只要讲忠信，利用忠信，利用礼义，就可以抵抗外国侵略啊。说这些呢就足以制敌之命。我们可以试想，如果说把这种主战言论付诸于社会实践，那么它必然会导致啊误国害国的这么一种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啊。那么这种主战我们不应该肯定。那么反之，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的像林则徐，是吧，像两广总督邓廷桢啊，两江总督玉谦啊，广东水师关天培，第二次鸦片战争当中的啊孙克林沁，是吧，收复伊犁这个战争当中的左宗棠啊，中法战争当中的冯子材、张之洞、彭玉麟，是吧，中日战争当中的邓世昌、左宝贵，是吧。那么像这些人，他们都是出于反抗外国侵略，保卫中华民族，保卫大清帝国的啊这么一种理念的一种主战。那么这种主战啊是一种爱国主战或者卫国主战啊。那么其中很多人，是吧，是为此付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啊。对于这一部分人的主战才应该是肯定的和赞扬的。那么因此对于主战派必须要做具体分析啊，绝对不能够不加分析的啊对主战派啊
一律加以赞扬，一律加以肯定。那么这是我要讲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于主战派要做具体分析。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课呢我们再讲对于主和派也需要做具体分析。